张国荣前任毛舜筠全家出游，三婚老公白发苍老，俩女儿高颜值像吗？近日，香港演员毛舜筠罕见曝光一家人的生活动态，只见他带着老公和爱女外出游玩，画面温馨和睦。当天，一家人打卡了香港知名奢侈酒店，享受着休闲惬意的美好时光。毛舜筠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，望着眼前的美景发呆。62岁的毛舜筠当天素颜出镜，比起年轻时的美艳，多了一丝经过岁月沉淀后的知性美。她笑容恬静，依偎在老公的肩膀上，夫妻感情让人羡慕。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是毛舜筠的两个女儿，两人黑发如瀑，肤色健美，笑起来明眸皓齿，五官精致大气，高颜值十分像妈妈年轻的时候，比起圈内女星也是丝毫不输。毛舜筠一家出游的画面曝光后，不少网友纷纷夸赞道，好幸福的一家人，女儿好漂亮。翻看毛舜筠的社交平台，他工作享乐两不误，时常现身外国旅游，日子过得潇洒惬意，整个人也愈发的自信。